那你还是看左边好了。我自己那个后撤步。 今天这球其实得位就守得很好。嗯嗯。直接大转身，有。晃了一下，往禁区走。底线被封死的情况下，球给志杰，这一球，这个球走，底数超前了。球给志杰，哇，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超前三分带。没错。 必须要你跳出来的时候，就能够把握这一个机会，再来看一次。哦，离三分线接近两步的位置哦。哦，他的招牌汉地拔葱的跳投。正想接高度的，不过往中间场发生了失误。就是林志杰，林志杰一开始有蛮多次的转身的机会。好球哦！对，这是基本动作。 二月以来，林志杰篮板，再会志杰，志杰切入禁区，一个背后传球，背上去破破篮筐，破将在梦想家禁区，哇哇，这是一个。